喽，没有鲑鱼喽，都要消的哦，来，这个伙伴过来，我给来了，给来，去点鱼来，顶级鲑鱼来，跟整个炉啊，来，伙伴过来，鲑鱼，都买到了吗？鲑鱼，伙伴弄没了，是的，谢谢的。来包鱼来，我的天啊！哎，搞了这个什么来了？搞来，要吃包鱼来，三百块啊！我带一下啊，一包八十块，过年来七包三百。要吃包鱼，一包多少钱？三百块，进过去了，要收的包鱼啊！来，再给一包，一个人六包，不是五百哦。来，三百块来包鱼，来纠结那边，来包鱼来，不要不要，来包鱼三百块，啊，就上面来了包鱼，这个我有要收的哦。两包三百块，要打蛋，要打蛋，来包一箱吧。这切片切好了，方便哦，你可以煮火锅煮汤哦。这里彩肉也在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。这边这边包，三百块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来三百块来包鱼，来三盒了，来那个西瓜来。这个软丝，来最后一个喽，包鱼哦。对，软丝。最后一位了，没有包鱼了哈，来赶快来，一包来，我包来，来老包弄我又来，来三包，二包一包，别得完了，没没啊，三百块来，还有快没了，来三包，我还没回，来三包，二来最后两位了，包鱼没有了，真的没有，这次是真的没有了，来包鱼三包，还有被表了哈，要起来，我老被表给了，哦，来我要问几号人点，给亮过来了。那个那一桶是他买的吗？有人要乌鱼子啊？那一箱那那是箱子他买的吗？上面乌鱼子的。对吧？我听我剩三号，那我记得我伙伴送车开。啊，我记来了，我记了，在那边，我在那边就。来哦，看一下哦，真的哦，漂亮哦，超漂亮的，就超漂亮的，就超漂亮的。看这乌鱼子真的很漂亮哦。阿哥，唔好我袂敢出价哦，我真正是我好袂卖哦，因为我不懂是咧卖乌鱼子，我是咧好卖的，但乌鱼子无卖，但红鲟无卖，所以我袂卖。这种比肉鲟的青沙上少。今年野生的乌鱼子足贵，但是你吃着绝对不得个免台乌鱼子个话题。嘉阳，我跟你讲，宅配，我要吃宅配，宅配没有乌鱼子哦，宅配没有乌鱼子哦，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没有宅配哦。来一千块给我来，真的一千块，我没有骗你吧？我真的没有骗你吧？你看，真的一千块啊！你们刚才有看到，你们刚才有看到。便不便宜？一千来，一千来。来，我这就一千块，你不退不了。再搁收落啊，后一轮一千块，我这哦，这水呢，不是歹呢。哎，我们的位置真的漂亮。再看一次哦。开玩笑好不好？是的。我全部给他收过来，一千块来，赶快。来，前面拿到我这的。来，关键不要走。进来了，来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是这样。那我给他出去，还是我直接我给你。来，一千块来，我这。一千块都买到了哦，一个拢买两瓶啊。顶礼拜一个客，我有两瓶一千，买五千，我无骗你，真正买五千。给我。哎，谢谢，所以你等下行情来了。哎，我我估计存这两瓶。你要干嘛？蒜头。你要摆出来给人家看。五百块。冰封啊。蒜头我估计上面价。能存存多少钱？五八。五八。五八。你们刚才有看到哈？你们刚才有看到哈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那个屋子算漂亮的吧？这北街哦，这是比乌龟街更大些哦。我一起卖。你要黑的，你要白的都没关系。蒜头啦。一只三百五了，一只三百块给我。来，一样我能。250块来。全鸡哦。冷价。多一只。一百 ，OK。好，这个。这个乌骨鸡杀好的，这个乌骨鸡杀好的哦。你为什么我要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人问姓什么，你那个鸡汤鸡鸭太好了呗。就是福来锅哎，开玩笑。这鸡真正今年不够玩笑啊！以后我们家买啥物鸡啊？
只鸡翅500块给你，鱼啊500块，小姐要哦，加热就好了啊。那个汤你自己看着办，要加多少呢？自己加，好不好？来，鱼啊，我是跟你强调，这个鸡真的很大只的，一只超过1公斤的，一只鸡超过1公斤，你知道多大只吗？来，病人来，这人家要，快，快点去加多少来，快，去加旁边找。这里过当兵出名侦察，健康起来怎么选择下起来？一人一样我拢玩哦。人参鸡，加一样我可以给我顾客的。来，归头了。他那个后面没有东西了，他马上跟我讲哦。那边有个那个什么，归一下半个几千块，谢谢。嗯，有一些也还很香哦。我两个了。大麦克黑鱼也够够。卡拉鸡腿堡要求他赚几钱啊？还差很久。卡拉鸡腿堡没有吗？来，哦，要求啊，这个要。超大颗的。来，你卖什么呀？鸡哥啊。哦，鸡哥，鸡哥可以了，鸡哥怎么样？不要。鸡哥我可以来啊，来，鸡哥来，鸡哥我来，来，要吃龟壳当大哥。吃一道3-4百块来，来，六片吃一道，空汤，来500块，来500块，哦，你是。我介绍物件，伊阿咧出差手啊！你又卖到8点，你家己怎啊卖？来500块，招姐妹来归团。来招姐啦，给你来500。来500，有啥物食一道无？干锅吗？一道啊？干锅。啥物食一道的？来你三杯，来500。先杀掉，等你再空坑，因为他们要住三坡一条，来我爸过来，3颗500，没有人动，来一个人拿2颗，穷得很哦，那几天直接超过3-4百块，来2辆钟来我爸，2辆钟来7百，来3百，四个人给这，来龟头300块，有300块，来三千两百块，几天家里头在住，几天可以上妈妈住，这一条真正无阿俗的。300块，你这几条你就买袂着，来几条毛衣，来300块，最后两个人去龟头，来大概要2000块，我说真的啦，去龟头，现在有钱人买不到嘞，只要大量便宜来300，是几条哦？2条毛衣呢，来300，龟头够了无？买着无？好来，抓起来，紧嘞！一300都少啊，搁便宜2条，来最后一条毛衣，好，300块，最后一个。3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按照标号，爸爸妈妈姐姐安安，来300弄完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两边的。小卷啊，我看一下，一个过来，印度神油，这应该不，应该是认识的人改的名字啦。我去搞抢地嘞，俺两个有关系不？来，小可徐伟来。哦，金家欧酱，我昨天刚好有吃到，好吃哦。金家欧酱，这不是辣的哦，这不是辣的，金家赞的这个卡拉鸡腿堡。哦，你那技术主要这边加点这个，一个5块，一包10袋，这样一包2包不在里面啊，不免500了，我昨天没必要看这种开4包，来3包过来，一人一包来卡拉鸡腿堡，这么贵哦，没有骨头哦。来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客人，来2包，谁要几包？快点哦！2包蛮好的。好啦，鸡腿堡来一包200块，买不到了啦。来，再过来回来。过年叔叔那边很多人哦。来，再过来要，再过来要。来，我这包都落来了，这回落落他乖。妹妹。我带你逛了，看咯。去去去去。这准的得了，你。快跳死啊！加一年大，不大无好。还剩一包2包，好啊，需要几人给？好啦，鸡腿堡不可能200块买不到了。再几分？还没买的举手。还没买的最后一包了，我等你们。来，阿伯换袖子啊。我等你啊。哎，那个鸡腿堡花上麦克风一包，给你100块，给现价钱。他那个这里面的东西都拿起来，都降价。拢安尼甲放个盘顶，赶快来拿盘装去 ，OK。来，小哥来，你小哥来花钱，我来。哎，他个一包三百几啊？300咯。你给啊，剩一包两百到给。来2包，最后一包卡拉鸡腿堡。哎，过来。来了哈。哇，这是什么鲜啊？妖西。
为什么不好了？为什么不好了？小哥三个人起来，五百块啊都。小哥，麦克风啊，可以帮我变卖一千块。看一下这个虾仁。哦，谢谢。来五百块，请个客人啊，小姐。你这边是拢无咧看生刀买物件呀？是剥好的哎。这个生刀，这个现剥的。小哥拢差不多两百块进行情，直接行到安尼啊咧，五百块买咧。来，最后两位就好了。来，最后两位都。来，全部五个人给。好，谢谢小姐。好，姐姐啊。你是咧创啊？哦，谢谢。来，五百买咧。来，四个，一个。五个。来，全部五个人给，全部一个。要洗金毛，洗钱都没得干。二来。啊，还有吗，小姐？小姐还有啊，还有吗？哎，集合啊，大哥！来，由于冰姐出现，这大起来哦，这不才乖哦，这是大只哦。哦，这个餐厅吃一只两百五，也是没有煮，还是天冰切哦，今天几点了？沙拉橄榄球，你这样吃超好吃的。冰姐，这是大只哦，刚才都是小只哦。来，别讲冰姐嘞，我爸喝完都。大家。四只，你起码拢起价，搁咧花五百，免五百，一人廿四只，等于吃看卖，开始卖300，300块，一只不到80块了，赶快。来买两份。这是本钱叫156的，来300后来冰卷，来300的。印度就是。也是我人，差不多是。来冰卷300。冰卷没有了，最后一箱了，两份要装一起吗？印度啊，对，印度。你吃多少杯啊？来，我管你啊。OK。来三百，春节来三百。来。三百啊。三百蓝贝呀啦！哦，谢谢，谢谢哥。三只三百蓝贝，我先喝一杯。我人叫你先吹票的，你家边啊自甘堕落，再过来你行到另外两个人就要上的，你不管你上的，都没人拍婆啊，拍你拍的。还有谁有？我俩呀，第二个不是吧？伊目的不是要买冰泉，伊目的是要帮你去买酒。你哪讲讲不出来啊？有讲的无？有啊。哇，欢喜呀！我先酒。对。欸等于歪手手啊！来，算你没钱了。大傻龟，大傻龟，歪手手。来，算你五百块的。来呀，谁要吃鱼呢？最后一箱了哦，四个客人而已，来五百块来。来，新的，这个威力哥。威力哥。来，新的哥，来五百。五百块有五。四片哦，四片哦。不要开玩笑了。来，五百块来，新的。威力哥，你好皮的，你都吃了，你跑回来五百块来。来五百，我一个长者要干什么？来车站过江啊！你过明仔车过江，你也无看到我，我还叫车呢。我来，我来，哇，火星山，回族啊！来五百，继续开。哎，啊，不过我来发票，我唔知，我就是要换火星山。来五百，最后钱过来。真的没有鳕鱼的，还没有买的举手。中人，你过年有要吃鳕鱼的举手。中人，中人，中人最近好吗？来这里五百块，继续来。你去多哎，你上来了。来五百块，过来。哎，你去多哎，冬天比较有空。来来，多阿要吃大鸡，拢给我，大鸡拢给我啦。哎，这个全部了吗？瓜子冬天比较有空。啊，对，这个大鸡要给给了，大鸡这个。中人最近还好吗？来啦，你做工过来啦。是不是很忙？你做工弄过来。哦，给你。哦。大嘞，红皮啊。这个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真的吗？不可能吧。哇，来最后一箱五个客人，这个叫花枝手卷。来，钱拿快一点。不用200，一个人20，来100块了。来，八号。这几家伙叫威林哥过来背啊，来七八号。一人20票，来七八号来。七百块，来，回来，进来，
乖算你好啦来，中了，你还没找到老婆？刚才那个娶，很多人都娶了两三个，你还没找到老婆？包海的对了，来五个，你当兄弟，来五个客人，哪怕是左边的，给500的嘛？对，500的，对，来五个，来五个，来五个客人，等一下没买的那花枝姐有花枝茶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。来，请公嘛来，你想炸鸡蛋碗的啊？因为剩下不多了哈、哦。来，先管老婆烤鸭，再帮我老婆买点，你想不想吃？我懂，你家太姐嘞，摆美个，大鸡哦，又不是小鸡哦，看好哦，这不小只的哦，这大只的，这个真的是就有100亿的哦。来，买300，来买只200块我。200块。我把两片卖200，你准备卖掉啊？你准备卖掉啊？来，今天来上，先点快乐。今天比今天少，今天少少少，今天给我不要，不是我吧？哎，中人是结婚了吗？不会了，给几个？中人真的结婚了？哦，你等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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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来。中人，你真的结婚了吗？哦，家人，我来，我来。还有人没来上吗？还有一个。你今天几点？你我来。护理你好，护理你好，建章 ，Hello， 建章，你刚才是问我有没有花花喜，对不对？哎，刚才不是问我有没有花花喜？好虚哦，这地方乱画，对吧？这边这地方开始搞，来修开了，先给电话开始，要去搞项目。来修工三倍，来修工啊！我脚几乎都在我这边哦，几乎都在我这边。来修工来，几乎。几乎拢是伊啊！对，几乎，对，几乎。啊，姐姐拢出国去啊！哎，几乎拢是，几乎卡拢是伊。小卡没有？他有，他有。哦哦哦哦，谢谢。几乎拢是因兜啊！来，迄个五百块来三个人，给下都。夭寿。对啦，先播的啦。啥物迄个呢？先播的虾仁呢？最后一个都。我袂去，我了了，我真正了是袂哩来，两个人加袂来。讲钱也无太钱啊，欢喜个啦，袂爽个。你看人个爱啊，你看人个爱无啦？你无八个袂起啊，我无袂起。来最后一个啦，来无八个。八几包？八几包不了钱个？气死啊！去搞咩咩？无怪银行，咪念个银行。来无八个来，最后一个啦，给500块。对了吗？我这里500块真的买不到，不要开玩笑了。我喝了。喝了。喝了蟹脚盘，因为点的鲜啦。时差最小啦。来喝，几杯都杯，几杯，几杯，两、三、四、五、五、气温，五位 OK， 准备好了啊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气温是要搞五开的。没有了，都喝几包了，都喝几包啊？还有荧光棒可以买啦。卖红龙鸡块在红豆旁边的那一个，但是你有问我有没有花喜啊？啊，你好像没有人买花喜耶。来，花枝草点，刚才谁买的？拜拜。三盒200就对了啦，哦，明天呢，你收到钱才跟我讲咩？来，200块够三盒买了，紧嘞，来后面大哥来。你收到钱才知人要买偌济嘛，敢那家己伫遐四分。哎呀，啊抢白啊，当着你这大房子，我有袂住啊？无啊，有在收钱了。我袂偌济，就是偌济啦。你分分到哪块？你现在分分到，你都困了。你都行拢行开。五十块用的呀！哦，我歹势歹势啊！我一个啊啊啊！卖个怕啊！啊！我卖怕外面啊！我拉住手点啦！拢不看到他，拢你今天搞大家拢不看到。来五花肉来，来喜欢吃的，不要再问了。这冰块姜冰吧，更加甜，更加好吃，更加大包。来，五位姐，200块来。有几个客人？赶快拿钱，来200块。
一百九十，两百，三百。我们是要讲成绩啦，我讲成绩，这成绩无够啊，真正好起来啦。后壁有人啊。两百块啦，四百块。这个你不会买啊、哦，你没有买到，你可辉哥你要买不着哦。没货了。我平时有下酒，我知影我交好价。这没货了。好，你摆着过吧。真的没货了。再多还差钱了。真的没货了。这鱼啊，你用煎的，你用烤的，用清炸，我煎焦好起来，会不会有去带？来了，大货来。来五百。来，这都腌制好了哦，有的是酱油口味，有的是盐味哈，还是用酱油放。真正好食，你莫去把人嫌弃啊！准备先走，先吃大个啊！好啊，花花。招大个，招大个是吧？来，这里来五花肉来，来200块，五人点，我拢吃了五人点。来，这里五花肉，阿伯伯举手。啊，起心点啊，这三包两百分，我给你四包。沃特，你有买这个吗？沃特，你有买这个吗？来，这里来五花肉。快点啊！那收起来了。好，我弄，来收。老板是要吹。我发 V 哥，发到不完全，弄到 V 哥了吗？啊 ，V 哥有人看吗？哎，我搞乌龟了。啊，我这个不想讲太多了，今天宝贝的了，就。今天宝贝的了，就。都不想生气的。大哥，明天干嘛？你看，常常有人对你生气的，你是那边边上你都唔敢讲。开水啊！诶、欸，你们你俩讲，你只把讲得啦，你们在那边这边讲，你这边做不会啊，就是爱吹啊。来，这两天啊，我讲今天本钱，本钱哦。